这是搂草的耙子，哎呀，真是啥都有哈。男人是搂钱的耙子，女人是装钱的匣子。所以说这耙子是你的。姑娘，这叫什么超市？它不算什么超市，主要是卖一些硬件的东西。啊，哎呀，你爸在那招手呢。看那边有大南瓜，咱们过会儿去里面看。快过吧。要不要推个车？可以，推个车吧。有意思吧？啊，六加二十，是六小时。啊，每天保证六个小时以上的这个阳光。啊，每天要晒六个小时以上，这都是的。这个也是小雏菊。你像这个不行了，打蔫儿了，都开完了。哎呦，你看还有卖草的呢。就这草，这草多少钱一盆儿？十块钱一盆儿。哎呀，这草十块钱一盆儿，真不便宜。店，这个店里面的这些建材很全，你就光在这边买东西就能。自己用这里面买的东西建个房子，建一个完整的，就从打地基开始。那说明人这个建材就是非常非常的齐全了。你想买啥都有，建房子就够了。对，而且他说你自己，他有点鼓励你自己动手那什么，因为你人工费都很贵。嗯，在美国的话，你找人装修房子，你装修不起的，人工太贵。是啊，所以在美国啊，都在动手能力强，灯具的。这边是灯具，各种各样的灯都有哈。然后这边是这个家用电器，它这个家用电器不像咱们在那个啊、大商场哈。这叫什么集成灶吗？不叫集成灶，是不是上面还有这个排烟机？对对对对。但是这个我在国内好像没见过啊。国内不用这个样子。嗯，不用这个。嗯，洗碗机。啊，那洗碗机这么大。哦，那还不少。哎呀，这洗碗机真大。我上一次去的那个就住的地方，家里面就有一个，就像这个洗碗机，两层，锅也可以放进来洗。你看那个是整体厨房。展示一下，如果你厨房装起来的话，就长这样。嗯，挺好看，挺好看。但
但是你看它也是没有什么排油烟机的，没有排烟机哈，没有排烟机可不好。这个是微波炉吗？嗯，哎，它这个微波炉很大，它这很有意思，排烟嘛，从这排进去啊，从上边就出来了。除非你还可以单独装这种排烟，不装的话就直接排出来了，没有用。各种地毯都有哈。哎呀，这个大地砖哈。这一个37.46。这是卖地板的，各式各样的地板都有。这边就是各种的工具，你看看多齐全呐、啊！大钻头、小钻头，还有这个什么螺丝刀，电锯盘。哎，这里边真是应有尽有啊！各种工具，各种建材，家里装修能用得到的，让朋友们看一下他们这边建材、建筑材料啊，还有工具。嗯，这边各种的镜子，在这里什么都能买得到。生的，干，这是晚上生的。好玩吧？升那么高了，看，这是电子的。啊，这是电子壁炉，就是好看的啊。但是也有实在的，得找。也有实在的哈、啊，这都是那个电子壁炉假的。也是一种装饰哈，嗯，这什么？这个大烤箱，啊，这可以烤那个烤肉吃。对，咱们今天去的那家后面那个烤箱就是有点像这个，啊，大烤炉，嗯，但比这个简单很多。嗯、啊，这就还有上面还有控温的什么的，就嗯，不用自己配。嗯。这些烤箱、烤炉就比较专业了哈。有，这都是烟熏的啊，一般都是低温，啊，低温熏，像这种。啊，看看这个地方是跑烟的，跑烟的，它就是烟熏啊，烟囱。像这种的它就不是，这种就是这种就不是的啊，就是烤肉的。嗯，看还有这种啊，这还挺方便，还能推走啊。嗯，带个小车、小轱辘哈。嗯，卖木炭的。这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是狗粮？应该是木头，但是这是烤东西的木头。这是吗？我看像狗粮啥的，猫粮、狗粮。它就是木头，烤的木头。哦。它这样吧，它接触面高。再一个就是它都是废料，就是工业上废料下来的。嗯，但是工业废料可是对身体不好啊。它是处理过的。木头削什么弄下来？对，木屑什么。压缩了什么的，嗯，我就怕有胶啊，有胶它会对身体不好哎、啊。那木炭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，这是碳是吗？对，这是碳。那不碳吗？嗯。Super size。嗯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么一包？7.98。7.98。拿点吧，拿点够了。8块钱。嗯嗯，这是电子打火啊，也买了哈。看看小型家用的农用机。哎，您弄过这个不就行了？这是干啥的？翻地的。啊？这是翻地的吗？啊，这原来有个这个东西就轻松了。啊，哎呀，真好，这可真好。这小型的农用的哈，多好啊！这电动锯啊。耙子，那你的耙子呢？你的耙子。你不是猪八戒吗？你才是猪八戒。这是搂草的耙子，哎呀，真是啥都有哈。男人是搂钱的耙子，女人是装钱的匣子。所以说这耙子是你的。可不敢胡说。